你们今天没有发觉我的发型跟往天有点，哦，已经沉了。那是你整不来，我吃，可能是，我今天明明是变的那种辫子，辫子，老子按都是你那个星星，谢谢杰哥。你半好路久都烟雾不不进，哎，你卡起了吗？没呀，你在抓子嘛？好久都不接了。你说话能不能给我有点阳刚之气一点？好久抓不子打扰你嘛？婆娘，你充了好多波波。崽子们，你莫放脸嘛，你是个男毛的嘛？你吃了没得？没我呀。没有吃，我刚刚吃的啥子嘛？你刚喝的洗碗水是我没订到啊！你那身体有点不好哦，欣欣。就是嘛，可你不说可是都以？是噻，你几十岁了？比你小些噻。你比我小，你那个身体都是磕磕空空的，说点话没得点阳刚之气哦。对得起嘛，听你个声音嘛，也下课嘛。好大个小口啊！听你个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，走路都是那种畏畏缩缩的那种，你说的都是非。没点精神，没点精气那种。他开个屁！他开他不敢开，我各让位他贵，开。那么开嘛？啊？我违规的，那么开。你一天做了啥子嘛？你违规！你一天都聊那么些歪网站，我想你哦。那我那个那么没违规，你那个那么要违规呀、啊？原来违规的嘛，那个哈绑不起，没法绑。你那个是不是弄了那么些球莫名堂的嘛？懂事嘛。一天在网上发那么些球莫名堂的，看那些。你说是就是噻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噻，好简单嘛。你要是说啊，说啥子？你在啥子？我看你聊天的嘛，和你，你是哪么我的，看的？我啥子哪么看的嘛？你是卷到额头一个手看的吗？还是两个手抱着手机看的？还是坐着看的？躺着看嘛。躺到额头。没有看其他的。其他的啥看啥子啊？其他的，你给我说下嘛。我晓得你那个号都看得违规了。你说看其他啥子啊？啷个晓得你的呀？你在说。你年轻霸气的嘛，你还是耍个朋友嘛，莫一天孤到起屋头嘛。那不耍的嘛？你不耍朋友啊？那你不慌吗？早慌，你慌很哟一天。你好多岁哦？33的嘛。你说你33比我小？你又在那装嫩噻？我才好多岁嘛！我才26啊。那你说的33是哪个嘛？我说你的哇，我30岁，我老问你。你30岁了，你怕没得哟？那我好大，那因为我看起比较年轻呐、啊，好年多轻岁。人嘛，18岁噶。哎呀！你嘴巴那么甜，你去油坊街多找两个婆娘，150225那种，都喝得转。你不去？我是个女娃儿的嘛，女儿嘛，正合适噻。我还找那个啥子嘛，QQ 对 QQ 啊，你说点话哟。你说的话哦，你可以去住噻。咋子啊？我去，我不去。
你离那好近吗？你不在和青龙哥谈恋爱的？哪个金龙哥嘛？晓不得吗？哪个又是金龙哥嘛？啊，金龙哥又是哪个嘛？我哪晓得啊？金龙哥又是哪个兄弟们？你先下去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没得人了，啷个下去嘛？我嘛，我来。你来。有请下一位。好啊。鹅毛哥哥要上麦吗？咋子嘛，莎莎？我看你们一天聊的还很多啊。嗯？意思说你也想上来凑个热闹噻？我只是说想吹，找个人吹牛而已，我没得其他的想法。你意思说其他连麦的都对我有想法，你对你我连哪麦晓你得对我呀？没想法，我哪晓得嘞？那你对我有没想法嘛？没想法呀。我对你也没得想法，那我长得丑嘛？这些无语哥，不人对。丑嘴不甜，啊。但是你喜欢说实话的嘛，人丑不丑，甜不甜也无所谓呀。我到兰州喽！哎呀，你在兰州卖拉面噻？我从玉树不是回来了吗？老板一个人拿了1000块钱生活费，哦，路费，路费不是我又要吃点牦牛肉吗？我今天都在青海给他西岭那边买的牦牛肉，又买了个迷迭香，哎呀，买了几十斤。拖不就动，卖了几十斤牦牛肉，啊，那边28一斤，羊腿腿卖27，那你牦牛给肉我二十说了，八，你得不得给我吃点嘛？你过来拿嘛，在哪哈拿嘛？在我屋门口噻，悦城。物流岗那边。啊，你还晓得吴立刚啊，你不得了哦！你婆娘得撅我嘛？不得撅你！那我来拿那个牛肉，万一都像网络上最近那个打小三那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发觉你还是想法有点那种，啷么说啊？你要咋种嘴哟、哦？好神呐、哦！未必你白给我啊！我本来都是买回去自己吃点，好送点人，弄个又去做。我本来说想去买点牛肉干的，他妈皮实在没钱了，是要剩你妈哦158一斤，是要剩你妈70块钱，都没去买了。那你其他的钱呢？是这样。我是他吊起了妈1万多。他那个抽烟准备身上只剩78块了，还有几十斤牦牛肉，你那个哪门去嘛？他昨天看到的。他78块钱，我想介绍他去油房干耍都不得行了。好啊，快点弄下去！那个男人没钱。下去下去，下个，拜拜啊！拜拜。只剩78块钱了，该你了，直接买大七牛回来，直接买头牛，人家都剩78块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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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娃，二娃，袁天浩他又在直播间说你啊。你是上来告状的噻？没有，没有，其实
我怎么说你呢？你为什么都是感觉你，该为什么那么多男人肯为你刷礼啊？我搞不懂啊。那你看到哪个男人为我刷礼物了吗？前几天你和菊姐不是打 PK 哦，那么多男人给你刷呀，你要那个哥那个哥。因为 我比如说你现在给我刷了个，我能把你捧上天呐。我想问，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敢不敢说实话？你要问我只问一件，我只问一件事情。你快问快问。但是你必须说实话哦。必须说实话嘛，你我弟。